好啦，我们知道大爆炸挑战只要夜晚要500 yen，500 yen好贵，其实都差唔多40几蚊啫，一汉堡包唔40几蚊。好啦，而家体育堂就冇得上啦。呢个教师衰唔晒，听佢讲，其实一喺佢哋教师眼中系好，佢话睇唔到另一面，其他人格。有冇可能会有啲阿 Miss 讲呢啲嘢啊？边有可能？即系其实大部分学生都中意听呢啲神话啦。喂，咁样样都有知识教。才疏学浅，好啦，呢啲鸡毛蒜皮嘅事。回答が鴨志田作り話にだけど鴨志田飛び降り騒ぎでか。关咩事？又去跳楼？跳楼都唔知系鸭子田做噶啦嘛？肯定会。我而家要揾犯罪者啊！呢班又系食饱饭冇屎屙，即系揾嘢搞啦要。呢个龟头，呢个学生嚟啊！哇，今日校服咁鬼过瘾喺上面。聞けば妙なその連中が。つまり鴨志田先生は生徒になっ。それを知りたい。大人が学生。他要調查。鴨志田先生につまさか例の会。鴨志田先生がかマスコミや警察への対。はあ。鴨志田先生、君は何かを知っているだろう。入学以来。どこの大学にも推薦で。新島真同学。やはり、確かお姉さんは。哦，呢个新島，哦，新島牙，佢系新島真，即系呢个新島真系新島牙嘅话，妹话佢呢个威胁佢，佢话如果，佢话如果你作为妹妹喺学校嗰啲咩嘢，学生会长嚟，即系你家姐都好麻烦嘅。劲唔劲？睇下呢个学生会长即刻啤佢。哦，议员即系应该系阿大嘟揾佢啦，即系阿 Jason， 讲笑啫。不过真系不过嗰个议员真系有少似阿大嘟，即系佢下低有撇羊咩须咁样，跟住系咯系咯。不过佢有戴眼镜，系咯有戴眼镜。啊，唔系佢都有戴眼镜，我谂下，算啦，我哋唔好探讨呢个问题。点会发现到？根本呢啲系弱，呢班人真系睇得动画多咩？好地点会谂到有啲咩怪道啊？即系有去咩殿堂呢啲？呢班人系过分，即系过分担心。点啊，基佬？我啲面伤咁快好翻晒嘅？哇，唔系，你唔好同我讲系佢整出嚟啊！真系。呢个就系管理员，面靠太近了，哪呢个掉？之前又唔见你咁样帮阿志凡，搞错了。好啊。好劲喎！呢个黑客嚟喎，估唔到系，得个6%你都敢扫出嚟，好像很有趣，好魔算类，呢个都系果然系塔罗牌啊！反而呢个系塔罗牌，我以为志凡先系，但志凡转咗学应该收咗皮噶啦，应该唔会再出现。
世間の評判とは別のところで怪盗団を即是有網站，即是這個預告了我們這個怪盜團將來是非常之受歡迎。這個是什麼牌呢？月，月亮。我這個 OK 喎，待命的隊員都有經驗喎，這個 OK 喎，好有用喎這個。但我想如果想要 100% 經驗的話，要升到 Mesh 才有。哇，咁都听到，黐孖筋。喂，如果佢哋嗰个位置都听到，即系全个课室都听到啦。即系恐吓佢啦，倾下偈。考试。何もできないよりいいじゃん。哇，好串！お前は、哈，今の、拳でか、上等、やめろ。兩個白痴。よし。而家女主角喺度，可以溝佢喎。嗱，依個就係我哋依個例行嘅自由活動啦。今天有安排嗎？咦，這個死神藥我諗，咁優先應該係揾咗死神先喎，要加深啊。好啦，即係我覺得死神嘅重要度比較高啊。好啦，又試埋三支咩藥，咩顏色都有。哪嘢？我真系佢明知道系即系个呢个医生系明知主角饮完之后系唔舒服噶，即系明知啲药系有问题噶，其实系你即系正常你试药应该系即系应该系觉得呢样嘢系 O K 嘅，即系只不过临床实验下有冇副作用你先话试嘅啫嘛。但系条友系摆明知道啲药系未得噶。拎唔到好感添，有医疗过失即黑名单，躲于嗰度噶，又拎唔到好感度 ，shit！ 但有时未必有好感，有时可能两即系嗰啲选择题咧都系，即系都系其实系剧情嚟嘅啫，我不在乎。嗱 ，OK 啦。攞到一個音符，攞加深，要升到去可以賣一個加 SP 嗰個先得。自制菌藥。もしもし？哈，依個真係打錯。OK。如果還活著，如果幫佢試藥可以加勇氣，其實唔錯喎呢個，因為暫時勇氣好緊要喺呢只 game 嗰度。我又係講啲廢話，誒唔係喎，今次我以為佢又係講啲即係唔好犯事啊咁樣。一夜晚可以出門咯喎，好啦，去咗遊戲店。好啦，要大膽無畏，頂！即系呢個呢張塔羅牌應該係要升咗勇氣先，因為而家我係。你唔夠勇氣開唔到佢嘅劇情出嚟。佢仲未有新嘢賣，我爆完個圍攻，佢都未有新嘢賣。好啦，冇辦法啦，我哋去第度玩下啦。
察室にどうぞ。はい、どれ？我冇劇情。但是仲啊，仲未有嗰个 SP 药嘛喺度，即系个 level 未够咯。贵到癫啊！啲成药。有黑人 ，What's up？ 我要报警了 ，Get away！ 即系叫你死开。睇下先，卡拉 OK。Burger， 限定季有大挑战我今晚。可以挑战我试下先，可以加勇气，但食一个包要勇气，或者要知识同灵巧。我想问下食个包啲嘅知识咧，正咧。不过咁样应该要嘥一晚时间噶啦，基本上就，但我暂时都净系可以咁样做啦，因为升下，因为你冇塔罗牌升嘅情况之下，只能够升一下能力。好啦。三盏同海市卫星看瑞星，哇，真系好大喎！咁啊，真系几大喎，其实大个头喎，黐孖筋。嗯，五百 yen 咁大嚿又抵喎，食哇，咁食咗大半啦，睇下。而家知识系唔中意食汉堡，呢个咩原理啊？想问下吓，食个汉堡系唔够知识去食一个汉堡，黐孖筋。嗱，点解啲一食个汉堡要自食啊？即系入边度咬先系会冇咁饱咁样啊？黐线！即系要灵巧都勉强都仲接受到，你话要自食真系。我哋又冇得坐啊，大佬！因为搭车一定要坐先可以睇书啊，大佬。花粉。Talking。考试辉夜姬咩叫 FSF 小说咩嚟？恶女传说系啊！如果大家有睇过辉夜姬个故事，就知道佢系几咁无理。有机会同大家，我有机会同大家讲下辉夜姬。喂，有关我事？我只猫，喂，只猫唔俾提示嘅咩？致命女郎唔系啦，伊丽莎白唔关事，鬼片师。应该系啦。Oh shit， 错咗。低人，喂，你啲咩？啲咩翻译啊？致命女郎，阿瑟传说嘅摩根，低 B 啊？咩叫致命女？喂，呢唔啱，即系唔符合我哋嘅中文嘅致命女郎。你有冇听过啊？问你，你有冇听过什么叫致命女郎？低 B， 呢真系唔睇答案，你系唔会识答我同你讲。ろくな書き込みがね。ファルス思ってそうな。揾唔到啲咩大教大人物啦。限界あるね。自力。警察も見逃してる。だよ、もうちょい様子見。学生会长。ここ。話を聞か。会長。点解通常啲女角嗰啲校服咧系零舍同其他人唔同嘅喎？系即系你见高卷限可以咁样着佢，跟住呢个学生会长嗰套嘢系唔同啲嘅。蛮多的。さっきから何なんすか？こいつすげえ人間できてるんで。気を悪くしないで。予告状みたいなおかしな張り紙の。ほら。いいかい、新島先輩。センスねえことはねえと思うけど。つか、もうよ。
好。悪ふざけに付き合わされる身にも。悪ふ。そうそう、誰かさんたちが無断。お邪魔して。有冇咁敏锐啊？可以咁快怀疑佢呢三条友身上？有一次四代嗰个白钟嚟，白钟啊。面倒くせえことに。そういえば、ちゃんと勉強もしろよ。日常の行動す。そうだね。まあせっかく世直しすんぞ。だったらそもともと我が輩。あ？做咩地方？我が輩についてこい。こんなとこ連れてきてなんだよ。爛仔咁样坐。いいから言われた通りにしろ。回答お願いちゃんね。名前が。だから大物の女。しかし。人の話を聞。チャットで悪口。そんなのはほっとけ。元彼が最近ストーカー化して困っ。区役所の窓口がか。役所のやつ。手頃だな。よし。即パレス。OK。どうする？そうか。よし。咁即系高卷行都赞成啦，其实。いや、今回はキーワードは目。印象空间。いいから言われた。。候補が見つかりました。反応。有反应。我輩の思い。开咗殿堂喎，咁样真系。ここが半分。確かにここもパ。今から地下へ降りるぞ。何かに惹かれて集。地下。どうやっても何もついてこい。即系点啊？唔系好明。照行翻下落去就得啦。哦。佢自己变咗身啦，已经。你自己戴着面具，你唔觉嘅咩？ここは何度か来て調べたが、でも一歩っていうか、みんなのパ前の白見た他の普通の大衆はそれがここ。即系我之前嗰个城堡系因为一条友嘅巨大欲望，咁而呢个印象空间系一啲零零星星嘅愿欲望所集合出嚟。使えばパレスがな。その通りだ。けどこれだいぶ。ついにこれを。モルガナ。变身。哇，车都变到。ありえん。点解啲咁嘅能力嘅？好搞笑。佢今集有得揸车啊。服が変わんのと、車になるのは違えだ。大衆の心の中には。猫能变成巴士龙猫，点解要系巴士？好明显系喺度影射紧龙猫。呢个世界猫系可以变成巴士。白痴冇人揸车，冇人揸，好弱智。佢真系当呢个自动车。玩个游戏，当揸 GT， 当揸呢个 GT4 咯。咁点解龙烧唔同啊？高卷行坐咧，好得意啊！高卷，哇，好佢啲对白好白痴，好似喺度挞紧佢嗰度咁样。头先第一次揸车喎，哇佢唔系咁样当揸车系嘛？过一个区咁样，咦真系有车？哇有少新鲜啊呢个玩法，等我加速啊，冇喎佢就咁，佢啲掣系就咁个速度固定。等先啊，呢边系，哇呢边好似就系。
哇，咁快嚟料，唔好话等先，睇埋睇埋嗰度先，睇埋先。好啦，我哋行下呢度睇下冇啲咩嘢，因为费嘥咗一个时段啊嘛，咪先，即系你唔升 level 咁样喎。咁似 Ava 咯，我第五使徒嘅睇下。我哋打开咗佢先啦。哇，咁样弹出嚟。呢个就是目标了，跟踪狂。哇，冬菇头。班木。喂，变咗，喂，呢个唔系我用紧嗰个愚者。呢个物理好劲噶嘛呢个，但应该睇下冇弱点先啊。睇唔到，我睇一睇我自己嗰只先。弱雷，弱雷啊！咦，我有雷嘅呢只老师，试下先。你得喎，白痴啊！我以為 boss 戰係冇呢個弱點，點知佢都係有。我一下應該爆唔死嘅。我扣三分一都係加高。好，我呢個有雷。好，爆唔爆得死呢下？做到咩啦？好，癫佢！喂，妖拿杀唔紧要，我搞掂佢，搞掂佢，搞掂佢。可能无伤过关先。哇，五百斤喎，咁易打又五百斤喎。一打赢就即刻咩？可以即刻悔改。班六，好啦，一个阴影都识得要求我哋做呢啲嘢，有冇搞错？系阴影嚟嘅。依可以攞咗佢，我得個咁啊飾物就冇搞錯。咁呢個應該係 mission 啦，即係今集嗰啲任務仔啦。好，即係平時可以咁樣鍛鍊啦，我哋。只要去呢個地方。我睇啲咩嚟嘅先，哇就系呢个啊嘛，异常状态生物，我睇下只猫我嚟做啲乜啦，即系呢个系 random 嘅，我之前净话嗰今集嗰个城堡系唔会嘅，个地图唔会改添，即系话佢呢个系随机嘅。诶，喂，揿唔到啊！白痴，我以为系直接坐埋去咧，佢就会开始战斗。呢啲史莱姆应该怕，试下冰先。全部冻晒，全部俾我结晒冰。咁啊，异常状态必定会出现呢个 technical 啦，即系特殊，即系个攻击力会加少少嘅应该。
但又唔係會心個程度咯。好啦。我睇下只猫要系点啊，因为而家已经进步咗啦嘛，行翻呢边睇睇先。我直接撞埋佢就可以食到嘅，呢啲卖钱嘅嘢，咪死咯！Eva， 我真系摆明系第五使徒嚟喎呢只，我呢个变呢个弱兵呢个，呢个应该弱火啦，话植物嚟啊嘛 ，Brick， 哇一下秒，扣四，我搞掂啦，咁可以射低佢应该。我俾唔想死就俾条命嚟。系马子，唔得说服唔到。其实佢呢个说服，呢个 game 个说都系会累积呢个好感度。即系你今次就算失败都好咧，你下次嘅机会咧系会比较高少少。因为诶，佢嘅设定上呢啲嘢系会记得嚟嘅，呢啲种我系会记，即系会有印象嘅。佢哋系，诶，下一层，我哋探索埋迷宫先，屌死咯！因为唔好嘥咗啲诶血啊嘛，呢个明显系弱兵啊，蓝瓜肯定系弱兵嘅，咁多代都系啦，因为。哇！秒曬我，諗住説服，即係諗住説服一隻可以。唉，獲得十二經驗值，低啦。我行埋上邊先，都幾大啊！妖咁多死路嘅喂！有宝箱，哇两个，锁格，你开埋呢个先睇，魔石，哇呢个加好多喎，正喎，加十几喎，睇下龙狮先，龙狮呢个43。应该可以去下一层啦，咁样。呢度先系。佢有电车喎。如果个电车炒上嚟，咪 P K 咯。哇，仲有几层咁样噶？开到噶啦，我喺度门。哇，仲要有排玩喎，咁样。
但今次唔使住。メメントスな。んで、さ。詳しくは分からんが、だが、大衆のパ。なんでモルガナは。因为他是那个世界人，因为他和 Kuma 他和上代的熊一样，是根本就是他那个空间的东西，那个生物来。因为不然怎会知道这么多东西，说真的。そうか。私、よろしく。ところで。男的啦，他喜欢高卷恨，也可以涉车。だよね。意外と年食ってるやつかも。やめろっていうかだって、ま、何いや点解ね。ともかくこの身につく情報が他に目星大物を改心させて怪盗団の名前俺らの目的はあくまでまずはどうもよ。これ出名呢条友可以前往了。咦？有條友望住我哋喎。理論上夜晚應該係咯，唔可以做嘢啊，即刻要瞓噶啦。因為驚咧，你去完迷宮之後嗰晚你係一定要瞓噶啦，唔可以做任何嘢啦。可以答唔係咩？どうした？やるか。我需要靓裤先。那唔使睇呢啲，唔想睇。系啦，强制要瞓啦，都系想睇 DVD 都唔得。都系得个6% 嘅啫，支持度，好似特首嗰啲支持度咁样。OK， 呢个三度，暂唔知我哋，即系今日要约佢咯，应该系加好感可以。情报战略，我真系呢个系高登管理员，将啲不利嘅传不利嘅留言拆晒佢咯，哦三咯音符，咁都得。好帅！哇 ，OK 喎，估唔到我答中咗喎。咁啊，系一个人要管理一个网站系几辛苦嘅，佢又要 delete 啲，即系好似我咁管理 YouTube 咁样，又 delete 啲留言，佢同我一样都系做紧呢样嘢。月亮，好啦，基本上呢个印象空间同佢有密切关系啦，因为靠佢嗰个网站嘅留言，我哋先发现到啲目标啊嘛。好啦，佢打钉打得多又咁啊。要上去订嘢喎，即系每逢星期日呢个 game 有啲嘅电视购物咁样咯。锁定口罩，哇2000 yen喎，
買唔買其實？其實我唔係好想買，不過覺得要買曬先至會觸發到啲特殊劇情。有佢啦，2000 yen。死啦！唔記得還，睇完咗。sofa 冇嘢做。就係考試啊嘛。鍛鍊可以提高 HP 上限。喂，如果咁係好勁，如果真係可以提高上限。不過暫時我更加需要嘅係塔羅牌或者力量，即係能力。加好感先。讀書。佢讀書都唔一定加知識嘅喎，佢有啲加勇氣啊，加其他。涉谷。涉谷應該係佢嗰張卡應該係指槍譜嗰個生存點。加知識。算啦，都係加呢個咖啡店啊，左倉加左倉算。仲未可以加強關係，都幾難升喎呢個。都係講呢啲廢話啦 ，OK。仲未加到啊。其實現在要等時間過冇辦法。那條友咁樣可以企喺度打 PSP 都幾勁。PSV 嘅一部，即係你可以你搭地鐵可以唔扶住嘢或者唔挨住嘢咁樣打咧，係好容易 PK 嘅同你講。如果有女咁樣翻學同我打招呼，你又幾好花粉仔。心理壓力大呢班友，成日都以為喺殿堂做完嗰啲嘢係其他人會知咁樣，免職處分。我呢啲 message 都幾無聊，講嗰啲嘢都係好沉氣，我覺得好煩。一係就問你話擔唔擔心鴨志田有冇悔改，一係就講埋曬啲廢話，即係都全部都係呢啲冇內容嘅、冇營養嘅對話嚟，啲係。睇下咩做啊？即刻又有啦，簡單。高梨大夫。Yes。飲啖嘢先啊。哎呀。好啦。呢啲 mission 我建議大家盡早做咗佢先，有嘅話盡早做。查看請求。即係話佢印象空間係可以直接地唔需要嘥一日時間去預告咯。
其实原理只要现实中那条友的心理上受到惊吓或者有警戒的话，那个秘宝就会可以实体化。做咩傲慢凌霸者的牙齿啊，但不想现在做住。我想还了 DVD 先，其实因为过期很多日的应该。哇，三日大镬，900 yen 啊！我借都系300 yen 去还，要900 yen。我又唔使咁正，因为我唔知道第几次冇交钱，第几次迟交，好正。呢个店员系，其实系咪佢设定上系唔使你过期嘅咧？因为我即系第三次定第四次系过期啊！鬼判啦，鬼判，呢个冇啊，飞月啊，16号。听住先啦，好，我哋要攻略嗰个任务先啦，而家最好。呢个唔得，即系应该系唉，死揿错掣，系咪直接入呢个印象空间就 OK？ 我想知道，即系呢个啦。哦，即系可以直接入去得。好啊，开波。R 一可以选择。回家蛋啊，惯咗讲，惯咗玩汪吞啊，回家蛋。天氣影響，其實呢個 game 以往嚟講，落雨嘅話係會影響怪物強度嘅。其實，即係如果係落雨天，你去攻略迷宮嘅話，啲怪係相對勁啲，但係個獎勵都好啲。咁而家因為受到花粉影響，所以你話啲怪係會發呆。打瞌睡。好啦。可以从中途开始，我由呢度开始咯。好啦，佢唔系佢感叹号嘅咩？佢话唔可以停留太耐，如果唔系有只大嘢猎杀者啊！其实呢个系三代嗰只死神啦，真系哇！根本不是能呢只嘢，我要去好后期先打得赢嘅，应该，因为之前嗰啲系要70几level先赢到。即系而家呢个阶段系见到死神系必定死，瞓紧觉，车佢先撞我屎忽。木靈藥火唔使睇啊！呢個咁多代嘅慣例啊，我一睇就知呢個係藥火啦，應該。我哋平均壓血線。嗱、啊，果然啊，即係你有玩過之前幾代嘅話，你會比較有利少少咯，因為有啲係真係記得嘅。大哥哥。呢、這個僆仔嚟，佢性格 DV 即係家庭暴力。你有睇日劇，你就知啊 DV。搞錯了，喂？已經係朋友，喂大鑊！喂，呢、這個 game 嗰啲嘢咧，你好難捉摸啊！即係有啲性格好奇怪 ，call 只安德賴斯，哇！三隻都係弱火喎，又係咁 ，both oh shit。呢条契弟搞屎棍呢只，着火，好啦，又系女主角，
他们。来得说好啦，冇喎，唔俾。呢个记得之前答过，都系食肉酱。系啦，嗱，佢反而有好感啊，所以你话啲 game 嗰啲怪咧好奇怪，点解戴住面具啊？串少少答啦呢只，系啦，果然系。有啲有啲嘢咧，有啲有啲性格咧，就系你唔可以咁正经答佢，有啲系好奇怪啊谂嘢。系啦，咁就搞掂咗。因为你玩咗咁多代，你都系会知道佢嘅特性啦。其实简单啲系讲都系乱答噶啦，讲真。即系有啲怪，有啲思路系好唔正常嘅。佢都系会跟翻佢嗰个本身嘅设定，嗰个传说嘅设定。因为佢哋呢啲都系各地有啲传说嗰啲鬼怪神牛鬼蛇神嚟啊嘛，死咯！即例如，如果你見到阿典娜呢啲咁正經嘅話，你同佢對答一定要非常之正經咯。但你見過啲癲，即係啲狂神嗰啲咧，就係亂 Q 咁答得嘅啦，嗰啲就南瓜。我冇辦法，我就吉他黑死你哋。屌啊！都十二經低難度。开宝箱先，又系死罗顶你！哇，向下我以为 ，OK， 即系上边全部都系死罗。我开咗道门先啦，正，调教边正嘢喎，好似女主角，我加少少嘅都系，都唔系加好多，同埋佢降咗，佢降咗命中。顶又系死我，车又屎忽。好啦，又是主角出手的时候啊！十 SP 搞掂，好啦，继续出发。OK， 咁我哋行埋呢边啦，果然系一条死路。OK。佢感叹号系咪呢层咧？系呢度冇警戒喎，呢度系，即系俾啲怪发现咗都唔惊啊！喺瞓紧觉。有火啦呢度，哇好多只好大。都系打唔死。我諗住打死一隻呢，咁可以令到女主角用少啲 SP 嘛。咁啊结果打唔死。OK。逐隻嚟啊，要嘥多少少 SP 咯。俾一次機會，手下留情，可以，哎頂，我時代嘅關係，哎 OK 喎，得咗，説得一次就搞掂，好啦，盡量收多啲呢啲咁嘅重播，因為你係要啊。你要靠不停咁合成升上去咧，你先会劲。卡门，啊有呢个范围嘅火魔法啦，正。好，
好大喎、啊！車又屎忽。我試多次呢個全部冰曬先啊，睇下冇呢個奇效。哇，真係得喎！喂我，我嚟撳 start。O K， 反而打呢啲仲好。要。呢一隻，哇！佢見到，暴力，唔得唔怕槍，佢都係 call 啲火屬嘅嘢出嚟。OK， 試下個範圍先啊，十 SP， 我諗啊抵用好多啦，因為如果四隻嘅話，你本要單體咧係要誒，即係要四四一十六要十六 SP， 咁而家範圍嘅話十 SP 得啦。OK 咧。好，幸運拳。要。勁低 B 咯。好啊。送你一程啦。仍然係火靈。三隻都是 用 10SP 抵啲，如果是兩隻的話你可以用單體咯。我避了那隻，不要緊，提要你死的了，我搞你，OK。六六六，塞！弱兵，正喎、啊！好彩有開鎖工具，哇！反橫向麻麻地啦，呢個我係復活人啫嘛。咁啊！呢只 game 啲复活像系非常珍贵嘅，大家留意。又感叹咯，佢唔同 FF 嗰啲不死鸟之语，嗰啲好求其买到，但呢只 game 你要复活嘅话系好麻烦。好啦，呢度啲下一层，死咯！我哋睇一睇下一层先。我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我条个地图又变咗，我哋发觉系咯，成个地图又 random 咗。好啦，解决咗任务就算啦。学生高嚟，得唔好讲废话，即刻开波吹啊！吉他即系弱火啦，佢又系女主角嘅 Tina 啦。我是弱火啊嘛，系啦，冇错。哇！恐惧状态。哇！哇！但系真系冇咗火属性弱点啊，大王。
咁我真係冇弱點嘅女仔，就咁打嘅。啊，喐唔到，因為中咗恐懼嘅關係咧，所以係唔喐得嘅。補一補先。雖然你冇弱點，但你用火力扣多啲啊！我呢個用物理 X 九十，都係喐唔到。幸運拳，哇大喎！攞會心一擊，開開團寶喺度。OK， 應該兩彎內殺到佢啦。口脆，得啦，回復精神。唔好回心啊！哎頂，佢用啊咁高回心，我用系成日都系冇嘢嘅。死咗啦 ！OK， 搞掂。好。嘥气，挖急啲啦！好完咗，哇废到啊！算啦，好啦，咁今次我哋嚟到呢度先啦，我都要休息一下啦。咁我哋下次见，拜拜。